书上大方秀出与爱犬合照，任内最后一次母亲节，总统蔡英文除了在脸书上献祝福，更强调新政府将持续推动语音福利。蔡总统做球助攻，赖清德秒跟上，脸书上细数多项托育政策，不只要当家长的神队友，医师背景的赖清德还不忘提醒五一二护理节，大力感谢医界人员。20号很快就会到来，那我再次诚恳的邀请你，那么能够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。赖清德走马上任倒计时，如今就职演说内容也曝光，在内政方面将聚焦青年就业、能源政策，提出施政蓝图。而因应国会吵小也大，对内也抛出团结国家、强化沟通，对外则在两岸论述主张承诺不变、善意不变，形同率先向中共递出橄榄枝。对内希望追求更大的社会沟通，都希望朝野能够一起让台湾更好。而两岸之间其实问题都一直不在台湾，而是中国不愿意跟现在的民进党来好好的坐下来做沟通。就职演说是一天而已，对于未来台湾的定位、台湾内政的发展，不是只有口号而已，而是要务实的拿出政策。520就职演说牵动美中台新局，只是北京当局买不买单，恐怕还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今新闻黄奇阳、徐有伟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